学年度庆祝青年暨创造市场感恩活动，活动正式开始，我们请恭请校长致辞。大家好，今天小朋友都非常的高兴，对不对？那今天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大考试的。还有没有？好好好好。我们今天最主要的活动是要来庆祝我们母亲节，我想小朋友大概都很了解，我们从小从你们出生开始，我们呱呱落地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最辛苦的就是我们的妈妈，我们母亲，从你怀胎十月到你的出生，从幼儿园、国小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都是在妈妈的呵护之下、保护之下成长。那我们为了让小朋友去体会妈妈的伟大，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呢，也透过了很多的活动，啊，让小朋友呢在生活教育方面，在他的感恩生命教育里面以后，能够呢，啊，对母爱呢，啊，能够呢。产生融入到他的生活中，知道感恩，感恩妈妈在你们成长过程当中的付出。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呢，上个星期二，我们也办理了小朋友的体验活动，我们辅导室这边还特地呢去装气球让小朋友去体验，对不对？还有大家体验的举手。哦，我问一下，啊，你装气球的时候的感觉怎么样？会不会很辛苦？好，会哦。那我们星期二的时候有办理一个体验活动，也就是装气球，让你去体验，当你怀孕的时候，妈妈肚子大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啊？让你去了解啊。其实我们妈妈非常的辛苦啊，哈、哦、啊，从你们出生到现在，从怀胎十月啊，都是在妈妈的付出之下。啊，成长。那么我们为了庆祝这个节日，也让小朋友知道妈妈的伟大，妈妈的辛苦，为我们办理这个活动。我们不只是活动唱歌而已，我们希望给小朋友带来的一个是感恩的教育。你要感谢我们的父母，从小把你们抚养长大，从你们在妈妈的肚子这个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妈妈是多么的辛苦。要抚养一个孩子成长，从婴儿到上学所付出的代价，所付出的辛劳，那是非常的辛苦的哦。即使你们现在在读书，父母都非常的担忧，也在父母的爱护保护之下成长。我想我们利用这个节日呢，啊，来办理啊，我们后面就是母亲节了，我们利用我们学校这个活动呢来办理母亲节，最重要的目的还是要让小朋友去体验感恩，知道父母的辛劳，希望你们长大之后啊，不要忘记母亲的辛劳，我们要对父母孝顺敬尊敬体谅，当你长大的时候，妈妈爸爸有一天他们会老，我们现在要感恩父母对我们的付出，你呢应该呢对我们的父母，对我们的妈妈呢啊，怀着感恩孝敬妈妈，孝敬父母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用这个节日，希望小朋友呢好好的表现啊。明天礼拜六、礼拜天，你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啊，你用你的方式去代表对妈妈的尊敬啊，你要买一朵花，啊，写一个卡片，帮妈妈做点家事也好。啊，我相信小朋友呢都可以做得到，啊，也希望你能够做得到，好不好？
好，在此我们感谢我们啊，我们家长的莅临哦，啊，我们前任副会，我们的农业副会长啊，副会长也到场哦，啊，特别的感谢你们的莅临哦，啊，对呀，还有很多我们的家长委员，还有妇女呢，亲自都到我们学校来参与这个活动，啊，感谢各位哦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代表对妈妈的尊敬，用来敬的尊敬。啊，祝福母亲节快乐，也祝在座的女性妈妈，包括我们学校的老师、母亲们，啊，母亲节快乐！谢谢各位，谢谢。